还有什么小三？他说小三力量大于爱妻力量。阿根，错了。阿飞，不了了，不了了。太好笑了。看那个很神奇哦，我一次出三只。没有录到啊，你自己要没录好的。刚刚好，那不小心遇到台主播，台主拜拜，拜拜，打到台主来，出现这样子，对，所以我们要再来玩。对啊。你想捞什么？你怎么不是打你想要的扩香？还是没有？总得要牵着路给他走吧。我出货嘞，刚刚有出货针。啊？出货嘞！刚刚有出货声。啊？刚刚又听到出货声。对啊，出了两个。刚刚加了三个，然后四个了嘛。如果又再加了三个，就可以被换走。啊！我们要加第四个。因为这边它比较容易丢回去。对，刚玩完之后的心得是这样。对，哎，好强哦！我居然让它变成这样哎。不可以用暗黑吸油，陶乐比有交代。哎，它可以出，可以出了，公主可以出货了，直上直下来拉看。对，这应该是可以出货了。啊，真爪好衰，下一次。可是现在旁边夹了一躺了一扩香品。没关系，我觉得还是出货几率很大。哎、欸，要出货，出货！加油嘞！拿后面的东西，还是不能抓前面的，因为它还是可以出货啊。他想用屁股顶。对，我想要用屁股顶这样子。他不敢打前面，因为他已经打到已经很累。可是再怎么弹，他也是会掉出来。对，讲这个东西。对啊，我觉得比较怕。哎、欸，听说开始打光。我想说，我会。多了多了，耶！终于抽两个，可以换了。嗯。我们可以再换一个了。其实我是想要弄那个脚架。但不是家里很多。啊，确实。你忘记了左右很爽。真的，毁灭。好。你要让它弹出来就好。但是居然没有出来。哇，出货了。没有哎，玩一圈，才发现我有夹七个，不可以换送。你要不要来试试看？好啊，来玩一下，等一下，这样比较不会累，是不是？对。那有天地差哦，松爪。松爪太慢了。你可能要用推的，那边的，就因为太靠近边了。哦，溜滑梯耶！你过来，它就溜下来了。啊哦，溜滑梯没有了。啊？为什么？你太靠近物体了。怎么你推不到？你要给你拿。不会，其实你推得好远，很厉害，推到那么远。啊，那我就推不到。出货了，完全出货。能不能先拿一下？你已经夹七送啊，人家要夹八送的，就是刚刚包含刚
过三个，六七，那刚刚前一批出了三个，八，再加八种，九个，再加一个就是这一个就是快加十种，哇，十个耶，快加十种，你要哪一个？你要加起来加十种？是吗？现在就这个、啊，加十种，好，现在我再加一个，爸爸还想加一个东西。就那个，跟爸爸讲，那个不是有那个拍影片那个。好，就是吃一个，就吃一个，负责二先吃。哇，对，差一点，差一点，可是它掉下去就没有了。差一点它就要滚了。哇，金金金金，七克七克。啊，这样就不利了。那个要出货、哦，没有办法。一台机在出货，那放地边了。你也想要？没有啦，我只好奇那个，那不是国外有人拍片？没有，不管他要拍片，要啥子？有了，又是个溜滑梯耶！哦耶！你说是哪一个？测那一个。有了。不会，没有了，没有吹哦。你还是可以打他。终于，我老公他说他想带我去开箱的东西。小三力量。没有出货，是谁说小三力量比较强？没有，没有什么出货。小三力量大于爱妻力量。阿三，出货了。阿妹，出不了了。太好笑了。小三力量只会让误入歧途。哎，老婆，帮我打。不是啊，这里不是比较会打吗？这我觉得应该打下面那个你想要的东西。他这样好像出不了，很难入手。那个还在吗？刚才好了，只是好玩而已。为什么我突然觉得我要甩怪怪的？这就是人生啊。哦，有了。好了，就这样吧。你要推远一点，给他抽出来。有，抽过来了。这个我觉得是比较后面的。哎，出货了。好了，换了，来拿，大家快，来，每个人站这边，东西要不要把它全部拿出来？好，来，各位，大家一起来拍一个照喽。记得按赞、加分享。然后还要什么？开启什么？对，好 ，OK， 拜拜。订阅、按赞、加分享哦，让一个40岁老人顶东西给你看，哇，翻了，哇，爸爸把脚翘起来，爸爸在跳芭蕾舞，掉了。